事源是这样的，话说呢，我上年就去了这个平洲龙王庙里求真姻缘，过了一年了，是就是咯，今年我就再接再厉了，决定开始这个寻找真姻缘的故事，同时呢为广大的心急人呢实拜探路，不要讲那么多了，一语去片。喂，听我哋啱啱先拜完月老啫喎。嗱，我话俾你听，一系唔拜，一拜咧就拜最好嘅，所以我要拜晒香港所有求姻缘嘅地方。我哋今日咧就转战上环，嚟到呢个上环济公庙。听讲啦，好多明星啊，例如杨丞琳啊、吴君如啊、黄宗瑜咧，都嚟过拜姻缘噶。快啲啦，行啦！位于上环嘅济公庙，请嚟咗多位神明前嚟参拜嘅善信咧，一向人来人往。拍摄当日咧，亦都见到好多人嚟还神。加上有不少达官贵人明星都会来参拜，绝对是星级姻缘庙啊。咁买咗份宝竹之后咧，庙竹咧就会问你想拜啲咩啦。咁我今次就嚟求姻缘嘅，咁佢就会教你点拜。咁我就写咗自己嘅名先，跟住之后就嚟品神啦。咁品完神之后咧，如果有事求嘅话咧，其实仲可以求签嘅。不过我今日就唔求住啦。好多人以为去黄大仙庙只系拜神求签，其实呢度都有爱情专科噶。作为全港首间设有月老同埋佳偶天成男女铜像嘅寺庙，每日都吸引唔少人嚟参拜。我哋咧而家就嚟到黄大仙嘅月老像前面啦。咁佢呢度咧就有提供一啲免费嘅红线咧，俾你进行成个拜月老嘅过程。好，到咗，跟住咧就要红绳掂一掂佢只脚，掂，跟住咧就挂喺个铜像上面啦。嗱，咁绑完之后咧，就要行翻去月老前边，诚心咁参拜啦，唔好阻住我。唉，我准备好啦。行得。收工耶！咩收工啊？慈雲山啊，而家 call 緊車。慈雲山做咩啊？拜姻緣車。拜姻緣車你冇冇啊？拜完月老唔夠啊，行啦！你都想我脱單噶嘛？係咪？頭先講緊嘅就係位於慈雲山上嘅觀音廟，呢度唔似其他廟咁需要繁複儀式，善信想祈求姻緣石庇佑咧，只要誠心許願就可以。可以啊！呢個就係我行上山行落山，求姻緣真係唔易啊！加油啊！继续啊！姻缘，虽然姻缘石可以简单参拜，但如果想做足全套的朋友咧，都可以向妙竹师傅请教。参拜。拜完姻缘石而找到好老公好老婆的话，通常善信都一生一对地过来买回同心锁挂在这里，就寓意永结同心白头到老。哪一间庙都好了，记得年尾要去还神，如果愿望实现就最好立刻带糖果鲜花等等去还神了。